好，有乐 studio。今天呢，我们要来玩一张很酷的地图。对，那其实刚刚我已经录过了，只是我没按到录音键，所以我现在在一直看，会有真的录到影吗？那今天呢，我们有这个，我现在的东西就是我会放在左上角或右上角，希望大家会喜欢。好，那。我其实刚刚已经泼到一半，对，好，那我们今天我为什么不带以前不是以前就是新的那个苦力怕头呢？因为它太大了，对，所以我苦力怕头就等真人或什么用那个方式再来带它吧。好。那我们今天先第一关，那我真的有在录哦。好 ，Go， 耶，我挖过了，太棒了，耶，第一关，耶，过关了，哇，太开心了，然后他每一关都有这个钻石。然后，太棒了，钻石都拿到了，耶！第二关 ，Go， 耶！跑酷，我刚刚其实也跑过了，但是我没有录到。我可以不要跑吗？我刚刚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在跑嘞。耶 ，Go， 嘿啊，不然啊。跑酷最强的啦，对，我有没有在录影啦？再不录我就疯掉了啦！跑酷好棒，跑酷，不要撞到头，我知道，刚刚已经看过了，要跑酷，喂，跑酷，跑酷，我就跑酷 ，RORAR 算了，因为什么都没有看到，哈哈，拜。然后，嘿，这里有个箱子，是什么？拿过了，是一个钻石，太棒了。而且还有该死的隐形风扇，风扇全部破掉。啊，我怎么没录到？我们过了。耶、我有一个棋子，然后你们还是什么都没有看到，哼，好，再来，我们来玩我们的第三关，我有录到吗？有，太棒了，开心，第三关 ，Go， I believe I can fly， 太棒了，耶、我刚玩过了，就只是要这样秀上去。然后秀上去，然后失败了，痛 ，ouch， 对，好 ，go， I put there， 撞到了，yes， 好，我过了，然后箱子刚拿过了，对，太棒了，耶、好，那。对，我们录，有在录，太棒了。这个，他就笑来笑去。那里面应该是给啊，对我刚刚在上刚刚讲过，可是没有录到。好。这个张地图有四间房间是给 YouTuber 的，然后他还说，如果你也想要就是自己的一间房间，那你订阅要够高，然后去跟他说，我订阅很高啊，100多，拜托，好，100多，订阅高 ，Go， 好，刚刚是什么？第三关，对，那第四关我就没有玩过了，所以这里才比较好看。高品质，高品质，今天很嗨，因为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对，耶、好，走，我们去第四关，
Please don't break. Please don't break the rule. Grass and gold in this room. OK, 太棒了，耶、yeah. 反正就不要破坏那些怪怪东东。Into the woods. 兔兔，嘿，米饭。米饭，米饭，耶、yeah. 好。那没有，我跟别人给米饭不是这样给米饭。当、啊、你们看到。破路吗？好，那。哦，这是什么？哦，我们要做梯子啊！太棒了，聪明，你那么聪明，啊，我太想那么聪明。我没有玩过这块，但是看到就会。哦哦哦，工作台，就让它在上面。你想在上面，就上去吧。我其实没有那么在乎。耶、yeah.。哎，金鸡饭！哎呦，你看，兔子不友善，友善包容尊重，友善包容尊重。好，走。我记得哈，梯子是，那么像那兔子在叫，好吵，那不友善。哦，不是，哦，好问题，哦，不是，这是 F， 吓死，这样，我记得 H 对不对？是吗？拜托说是啊、哦，崩溃哦，幸好。我崩溃给你看哦哦哦好还剩两个我们哎没有没有那么多我们还可以再做梯子我正要做锄头的时候哎不行那随便18个应该够吧其实一个这个 trick 哦就是你看再看你看这样然后就这样你就可以省放一个梯子有没有聪明哦放这干嘛哦幸好我拆得掉吓死不行了吗好吧反正就是梯子有时候可以放一些 trick 对就是梯子很好玩那就有人说不要乱玩梯子太坏好但是我不在乎因为我可是玩梯子小王子欸啊还有昨天我发的那个废片有人就因为这样退订阅了拿个玻璃心啊我可是废片小王子呢最会泼废片了说对不对哦我们要到了刚讲完我是废片小王子就说到这个这样子，哦哟，哦哦哦哦哦，我的天，哦哦哦哦哦，我不要玩 trick 的，对不对？哦哦哦哦，哦，玩什么 trick？ 哼，哦哦哦 ，Oh my god， 要重弄了。哦，等一下，可是这用一次才可以。Oh my god! Oh my god! 啊，你们看到什么？没有啊？讲什么？好，哦，我们终于辛辛苦苦的爬过了，对，
那你就拜。好，我们现在来找箱子。没有，边边角角最有可能有。这是什么？啊，会不会藏箱子？那么弱，哈 ，Go。好走，我们要来第五关了。对，这是 bonus， 可是我们现在只有四个钻石，我们要九个钻石才会让我进去。对，那要把它放那。哎，没有没有没有啊！哦哦，好，没事，走第五关。啊、哦，我有财富对不对？很紧张哎。然后为什么不跑了？嘿，刚录到10分50秒哦，有有有，他有在跑哦，吓死我！好，那我们有关走哦，那他要我们干嘛？居然里面就有东西啊！那我们要怎么进去？进不去啊！我看一下啊，有带路吗？有，好。那怎么进去？不懂啊，看一下啊。一个，这样应该是，我是被什么挡住？我被了什么挡住？进来了。还有秘密的东西，过不去。开玩笑。过不去，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过不去啊、哦！好吧，那我们就等下太慢。哦，有了，过了 ，Go， 好，那我们今天就停留在第五关吧。对，那么。希望大家喜欢 Facecam， 那以后应该都有 Facecam， 因为你好那么帅，你们一定要看到我，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差不多到这边了。对，门，这个门，最后的门，我们一定要过去。好，那希望大家喜欢看我逃离房间。对，好，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喽，大家。Break it down like this.